好吃是家己全台，名声轰动是全世界。来来来来，手拿菜刀对这来，是因为迄个老卡仔黄囝就要娶太太，才会叫阮这个糊涂总破西要来这办酒菜。我雄雄甲惊着走卡来。酸醋提起来试看卖，气味阁袂歹，啊莫怪查某人食醋时阵食遐可爱哦。那我的料理是奇奇甲怪怪，有食过的人拢会知，也若无食过的人，请恁来试看卖。大鲜鸭卵来卡破，要煮鸭卵掺面线，鸭卵路顶是皮薄干，白人走四线，红人则探头出来看。看看看，这就是腰子插地干，地干就炒烂烂，才袂伤害阿婆的嘴齿花。说落去，这出是红烧鱼五柳鸡，酸醋就要加四两字，才会当治疗迄个病心丝。搁这出是龙虾炒韭菜。若是无够力的红菜，吃了后就袂搁再惊太太。人人叫阮是总埔西，上界出名是高主菜，料理好吃是界全台，名声轰动是全世界。来哦，今仔日上重要这出是美国来的。一只花鸡母生做特别严厉，啊！我想讲要甲买几只啊，当来送阮迄个，也毋过一只花鸡真歹性地啊！我母甲撮一支，啊！伊甲我捅一个啦，啊！撮两支，伊甲我捅两个，啊！我人气啊，甲收面挂嘴皮，哎呀！这只美国花鸡实在有影袂晓衰啊，母都撮了了啊，也甲刀王到大鸡，害我安尼约甲喘平平啊！我沿路约伊，沿路走，沿路飞，袂输甲咱世界运动会啊！讲起来嘛真笑气，这只火鸡才摔落去臭豆仔底，我赶紧利用这个机会，该抓来用洗衣机一洗，奇怪哦，洗半点外钟，气味先洗就洗袂掉，人客客听坐，等到强强要发性地，叫咱赶紧出火鸡。啊，我就安尼干干脆脆，三十六度七十二度，快速使盐火，最好甲烹出去请人客。人客看到是美国火鸡，安尼大家烧钱的。吃了后，才知影讲气味有问题，想要吐出来又搁惊歹势，只好目睭放过过，强强解吞落去腹肚底。想煞学了我这个总破西的好手艺，也会晓煮这个美国来的火鸡。人人叫阮是总破西，上界出名是高主菜，料理好吃是界全台。吃到笑嗨嗨，小姐吃到好体材，囡仔吃到真可爱，不信请恁试看。